南早起就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愈晚愈寒。按算明仔透早气温只剩十度。台中府诊所发现两个家长，两件家长让囡仔去喂着肠仔病毒的案例，而且镜头比囡仔更加吃力。美国批准未予咱台湾新的武器战术电脑甲机关系统，国防部表示会当强化咱的防卫能力。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十二月十六公司中岛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受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各地温度拢已经下降。气象署是表示，北台湾早起就开始受冷空气影响，而且愈晚会愈寒。按算明仔载透早气温只剩十度尔，北台湾以外的所在嘛是早暗拢会真寒，所以提醒乡亲一定爱注意温度的变化，一定爱穿好少。也若中南部早起空气品质就不好啊，对敏感族群是不健康的，即嘛是感冒式的提醒。台北一早阁冷阁寒，受到大陆冷气团南下影响，北台湾明显降温。会在本岛上低温出现伫新北石门，顶有12.2度，而且愈晚愈寒。中南部上半天也未受到冷气团的影响，但是因为扩散条件无好，空气品质嘛无啥好，来到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感冒式提醒。中南部现在风速是比较弱的，所以它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污染物就会有一些累积。这个大陆冷气团的风比较强啊，所以呢，可能沿海有一些地方可能因为风强，可能会有一点点风吹沙。环境部表示，中南部空污会对着冷气团南下来改善，不过气温嘛慢慢啊在热。气象署指出，第一波冷气团报道，中部以北、东北部个东部礼拜六几天是偏寒的，其他地区早暗嘛寒，提醒民众注意气温明显变化，爱穿较少的。气象局会发布低温特报，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的部分可能是在新竹以北，包括宜兰地区，低温有机会来到10度到13度哦。那在马祖有9度，金门11度，澎湖16度。气象专家贾欣欣是伫面册顶头打出台北气温直线下降的图表，嘛有个礼拜日透早出现上低温，苗栗以北空旷所在顶剩10度左右。气象署嘛提出第一波冷气团伫礼拜一18号的减弱，唔过接下来礼拜二后半天会有第二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报道，强度比前一波佫较强，影响时间佫较长。有个21号后礼拜是透早，苗栗以北个宜兰地区有机会来到8度到9度，嘛要摆渡机会来到寒流的等级。记者林俊章进行台北报道。即马是寒天，唔是肠仔病毒流行的季节，也唔过也是有病毒，所以嘛是有感染的机会。伫台中着基层诊所发现两件家长互囡仔去喂着的案例，而且手甲脚拢有起水泡，镜头是比囡仔搁较吃力。医生是提醒讲，照顾破病的囡仔，家长一定爱挂嘴安、接洗手。大人囡仔手贴做伙，大人手面上的水泡明显比囡仔更加严重。肠仔病毒流行季节是3至10月，但是伫咧寒天尤原要注意威胁。台中市最近有两件幼儿传染肠仔病毒的互爸母的案例，因为环保上甲挡袂牢，赶紧来就医。有连续发现有2位的成人，小孩子都是1-2岁，但是大人来的时候就是手背都充满了那一种各种水泡。患部啊，就是那些水泡，就是奇痒无比，都会一直想去抓这样。医生表示，肠仔病毒有60多种，通常伫咧18岁之前就会感染大多数的肠仔病毒型。成年了后，免疫力较强，染病症状会较轻。大人通常是脚手有水泡、嘴破等症状，甲囡仔还佫有发烧、咽峡炎无同。台中市卫生局是提醒家长照顾感染肠仔病毒的囡仔，要会记得挂嘴安、吃物件、清理嘴片的分泌物，还佫排泄物前后，拢爱会记得洗手。肠病毒它虽然已经脱离流行期了，可是还是要一定要落实到是肥皂勤洗手的部分，还有居家的环境消毒。所以家长在照顾这些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到洗手跟一些环境清消。两名大人经过治疗，3天了，水泡就已经消散。大部分的人伫咧7至10天之内就会好起来，因为肠仔病毒有高传染力，基层医师甲卫生局都呼吁袂使轻忽。记者台中报道。也拿台湾当
台湾动症儿童协会甲中研院有共同建立动症儿童基因资料库，成功甲骨髓衰竭症、也个嗜血症这两款囡仔的动症，透过基因变异的鉴定，即马找到治疗的方法。三年来，已经予30多个囡仔恢复健康。三二。这几两句代表重新得到新的生命。今年大学三年级的蔡同学，高中三年级时得到急性骨质性的白血病，俗称肺癌。虽然不敌过来做过侵袭骨质移植，但过半年了复发，只好到荷兰做第二摆干细胞移植，即阵病况稳定，仅需要定期追踪，也考调医学院，未来想要做遗传基因的研究。希望未来的某一天也可以将自己在这方面贡献一点点微小的心力，这样子。台湾有其他相关的疾病的囡仔，甚至部分的囡仔无多得到适当的治疗，就已经过身，予家长是真伤心。台湾动症儿童协会甲和平病院、中研院共同建立动症儿童基因的资料库，已经成功甲骨髓衰竭症、也个失血症这两种罕见却是致命的儿童少年的动症，经由基因的变异鉴定，找到精准细胞，也个药物的疗法，予因恢复健康。平台成立三年来，已经造福30多个病童。有一些是可以用我们的精准平台，让他不但那个重症的危机可以度过。而且可以恢复完全健康。参与计划和平病院小儿肿瘤科医师陈应勇讲，未来这个平台会来开发新的罕见遗传型，也是后天的变异基因，尤其是对民众特有的变异进行基础加临床深入来研究，希望优化儿童少年癌症的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台北市有41个里长涉嫌接受招待去中国游览，防止控违反反渗透法。检方第三方约谈这41个里长，复审了后有3个里长分别是以5万至8万交保，也那其他的38个人拢被请回。有接受他的招待理由吗？对汉政部员提供台北市文山区西山路里长涉嫌接受招待去中国旅游，和检调约谈。台北地检署15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警局，甲移民署这单位并分六路发动搜查。因为检调接到线报，台北市文山、信义、松山、中山甲万家区真侪里长甲亲友，为6月到12月之间，分作7团接受中国招待去上海、青岛、哈尔滨等地旅游。可不可以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会被说是反渗透？不要了，再讲，等一下检察官又不好弄了，我再回家。早上到现在都没回家。会不会觉得委屈啊？没有什么委屈。请恩小华逃离开地检署，台北市文山区三楼里长也是被约谈对象之一。有41个里长做着约谈，有集团4个里长才多接受完招待，等待完一路飞机都被约谈。检方复审了后，指定3名里长分别高到8万块交保，其他38人请回。检调所在的6个地点，主要是3个文山区里长的里办公室甲徛家。这是总统大选期间，北检侦办反渗透法案件当中，涉案里长人数上侪一摆。记者综合报道。离总统大选剩无一个月，检警抓选举搅盘，分裂的警方就伫网站顶头发现，讲有网站和民众用虚拟货币来兑赌，金额是超过美金31万，等于是买台票1000万。另外，台南嘛有跋筊集团，伫面册顶头招人客，甲收到的筊钱转做虚拟货币，嘛是被抓到。标题写到台湾总统大选谁会赢，有名的网站去中心化预测平台 Polymarket 用这边选举3名候选人做目标，和民众地图预测结果，分林警方网络巡逻查到，初步侦查地图的金额已经超过美金31万。检警分真侪路，伫全台8个县市查到17名的缴客，查扣虚拟币 USDC 5500万粒。不需要庄家设定赔率，且以订单簿交易的价格机制，让平台运作去中心化，线上赌客可依自身喜好及预测，用自己钱包里的虚拟币来投注预测特定事件的结果。警方表示，新形态选举搅拌无需要有内场，就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增加规定，会当处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还是罚10万块以下的罚金。你有没有说吧？没有。
台南警方也查到签缴集团在民车社团刊公告，公布三组候选人的赔率，再利用赖的群组接单，收到缴金了，才转换成泰达币回去境外，涉嫌违反选罢法、洗钱防治法和反信套法。无限官方以假币三支名义换成泰达币后，再转汇至境外上游赌博集团。初步清查，涉案金额高达新台币610,000元。总统大选愈来愈瓦近，全台检警接受追查，各种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的违法行为，要维护选举的公平性。记者洪林台南综合报道。美国对台军事案，美国的国务院有批准要卖武器给咱台湾，这摆是战术联络加机关系统，金额大约是台币94亿。咱国防部表示，这对咱国军掌握共同作战图、强化防卫能力，真有帮助。也来咱外交部毛向美国表示感谢。因应台海局势紧张，国军继续加强战备，除了提升火力，联合作战能力也渴望更加完善。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昨个宣布，国防部批准首台战术联络加指挥系统。咱国防部回应，对着国军掌握共同作战的图像来提悬战场的感觉敌人是有帮助，会使来执行防卫作战的任务。外交部收到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美方行政部门已通知国会，将对台湾出售总价值约3亿美元的战术数据链路暨联战指挥系统。外交部也感谢美方继续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这样大约94亿台币的军售案，是以维持台湾顺安系统的指挥、管制、通信、资讯能力为主。估计美方另外也会到台湾提供工程、技术援助和评估。学者分析，国军连续取得长射程武器，在攻击火力强化同时，美方正在协助侦查这联合作战能力的有效整合。我们今天在战场上面，单一的武器系统可能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但是最终我们的部队必须要能够有效的联合作战，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取得从美方来的情资，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所谓的 kill chain 所谓的击杀链可以进一步向前延伸以及维持它的能力。由美方刚好在中国商务部认定台湾对中国构成某一标准时宣布批准军售，引发联想。学者说，主要是维持装备和系统运作的双台合作，不过有一些反制中方对台湾强硬态度的效果。也在美国对台军售有关部分来拖延，海空三军的装备拢有，像是空军采买66架 F-16V 新机，原定今年开始交机，严格进度来落后。不过，伊还维持在2026年专属来交机。记者施荣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台东的往来客车恢复出口去中国。第一批两个货柜内底有一个货柜，即马向中国指控讲内底有虫。台东县政府希望中央会当斗三工。农业部的防检署是强调讲，两岸应该恢复对话，应该予咱知影中国即马因检疫的规范。伊拉即马第二批有三个货柜，伫昨昏准备要出口。农民毛讲已经改变清洁的流程，希望即届会当顺利。台东往来客车第二批高销去中国的三个货柜，20多吨的高品质往来客车15层级的顶层货柜，县政府大张举办封柜仪式，要勇敢销去中国超市。重启外销哈，对于我们这个四家是的获利是好的，对我们的农民也是好的，所以品质的要求，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之前。本来就是我们要做好的。按过顶礼拜头一批销去中国批发市场的往来客车，去予中国的海关验出有孤型，予人退运。县政府要求防检署加强检疫，无合格都唔通办。防检署则是声明，即马往来客车出关的检疫会加3倍检验。即届第二批外销的农民是讲，虽然有淡薄仔烦恼，会够予人验出来。按过对县政府加台东大学合作研发新的虫害清洁流程有信心，还是会担心的。不会，因为我们这次有在那个清洁方面都有特别的加强。很感谢他支持我们的政策，提高品质，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减少有害生物。防检署严格检疫部分往来食件包装厂认为可能会增加人力和材料的支出，不过姚庆玲是讲，若是有必要，县政府会予因必要的协助，也呼吁农民加强轻度孤行。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署今年预定600万外国观光客来台湾佚佗的目标，这个目标在昨下晡已经达成啊！这是一个对新加坡来的旅客，全家伙仔来台湾佚佗。也那明年观光署是定1200万的目标。
高官公署含赞助厂商送的几拿纪念品收到台，其中包括四大国际航空提供的无限航点来台机票。到底新加坡的陈先生是今年入境咱国的第600万的观光客，一家伙些人来佚佗嘛是第四摆访台。是要去阿里山、太古阁，然后回来台北。这次我来，我们是去清境啊，我觉得清境很美啊。喜欢台湾的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小吃？啊，小吃啊，欧亚米耍吧，对对，然后很多景点啊，还有风景啊。今年600万的观光客来台的目标是提前半个月就到目标。分析旅客的来源，第一名是香港客，到十月已经有86万外人；，再来是日本游客，有68万5千外人；，韩国客嘛有超过55万人次。交通部观光署宣布，每年会以疫情进程的规格，设定1200万观光客来台的目标。对过去不是上大宗入境旅客的中国客，每年敢会来，目前嘛在沟通。观光小两会，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彼此的这些。讯息能够释出更多的善意。三月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确定是开放，那么也期待大陆能够更好的回应。我们也可以去强调，我们是不是可以吸引到所谓的顶级或者是富裕的观光客来台湾，怎么样提供非常有质感，然后呢也非常与众不同，而且是客制化甚至是个人化这样子的旅游模式。或者建议发展高端的旅游市场，除了城金字塔上顶端的旅客，也可以提升台湾旅游环境。目前要较紧做的就是，观光市场接待的容量不够，就算一大堆旅客来也无法度应付，政府较紧解决观光业的欠工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伊拉立法院第13度通过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修正案，即马是明定涉嫌跨关价卖黄牛票的票贩啊，相当会罚款每一张票票价50倍。体育署是认为讲修法了后，就法律通管啊，安尼当确保运动比赛门票正常流通，来健全咱的体育产业的发展。大型体育比赛门票往往真歹买，尤其大巨蛋启用了后，情况更加明显。为了阻止黄牛票真济情形，立法院15度通过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修正案，明定涉嫌卖黄牛票，还每一张票券名额相当50倍罚款。专卖免费一张的运动比赛票券，还每一张票券18000元以下罚款。经过总统公布跟我们的配套执法都发布了以后。那这个执行上就会有不同的强度，也彰显说政府在打击黄牛的决心，已经有具体。体育署认为修法了后，会当确保票券正常流通，健全产业发展。尤其针对利用售票机器人来订票，相当会当处3年徒刑，还是并科相当300万的罚金。包含世界杯、亚洲杯，明年都会有哈。那这也都可以预见，都是一票难求这样的一个法规来遏止黄牛。那我觉得对一般球迷来讲会比较公平。不过，亲像台北市警方到即卖已经查到上百件案件，其中一件警方叫做买主，钓鱼钓到一个在网络卖过一倍钱阿金赛票券的人，予法院认定警方无真正买票的意愿，买票的人嘛无未成功，无法引起讨论。侦查的这种实务上面，是允许钓鱼的。我还认为说，这个警察呢，他们一开始去找这个卖方呢，其实就没有真心想要买这个票，不会有图利转卖图利这件事情。那因此呢，他认为这个要件呢就是不够。我担任司法官的律师认为，警方较早依照社会法来侦办，可能因为法官的见解不同，出现法还是无法的情形。即马运动条例修正通过，也和检警执法有巩固。记者综合报道。披萨2022的成绩顶日啊有公布，阅读、数学甲科学这成绩，咱台湾囡仔拢真厉害。啊，那阅读阁排第5名，创下上好的成绩。严格根据披萨的成绩，咱台湾学生伫阅读这部分，相关的分数甲上低分数差43分，好歹是差真济。披萨成绩公布，其他国家成绩受到疫情影响，台湾是停课无停学，所谓学习帮忙成绩是增加，阅读第5名是上好的排名，也毋过阅读能力的差别，予人点名爱注意。
阅读相差了43分。不同的区域里面对于数位工具的熟悉程度，老师对于数位工具使用教学的熟悉程度还是会有落差。民间教育研究单位也分析自己20000多笔的学习数据来指出，最近几年学生阅读的理解能力是提升，小学、国中、甲高中各类文本的表现、生活知识、甲图文之外文章表现上届无好，也影响其他科目的探究甲思考。他们大部分的讯息来自于数位，就是网络，而且是非常短暂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我们的一些比较深层的思考、跨领域的一个这些探究的时候，我们觉得会有困难，没有发现一个好的问题意识。教书23年的孙宗元讲，这几年是感受学生是较欠阅读的能力，提问题无遐尼简单，所以重点放伫咧课程的设计。民间教研单位嘛强调，除了提供资源，上个重要的是老师爱跟着改变来改变。记者陈志明台北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宜兰县政府最近打算要甲东山河船只营运运输的经营委员，啊，那内底包括5个码头，嘛规定讲船只一定爱用电力，也是太阳能在绿色的能源。东山河流域的船运是当地主要观光点之一，沿线也搁当经过清水公园、生态绿洲、甲各地传统艺术中心等景点。目前由县政府自营，也过最近县府建议将船运经营规划，包括好多沿线五座码头，地方上有无同的声音。那这样会不会跟您在做这个东山河水域开放研究的这个未来形象，开放这件事情会有抵触呢？经过民间团体争取，官府已经请海洋大学评估敢是开放东山河，予 SUP 等无具船型瀑布会当伫瀑布了后自由落水，毋免经过申请证书，予当地水域改建，外界欢乐。那航空规划经营业者会甲未来要开放深瀑布的人互相会产生冲突。哦，不要说啊，这个包出去之后我们都不能下水，哦啊，我们整个休闲农业区在东山河边，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那么单调或是那么无趣的行业，这个可不可以调整一下？好多沿线的观光业者也烦恼，船运规划了后，就袂当自由带客落水，让好多失去公共性业务观光业者成为官府，袂当只将航运规划，应该将更加侪游客厂商纳入规划案，才会当让游客无同的体验。公看伊迄个调查的结果，啊，而且伊这个委外的这个部分。要安怎把这个调查的结果去配合安尼？不过这样子的经营，我们一定不会妨碍现有的。已经在这边进行水域游戏活动的相关活动。根据官府资料，中文规划案上侪年限是4年，有计开放经营5公里水域甲10架船，每间业者上侪会当经营5架。官府表示，这摆的规划案未影响好多公共性，那欢迎中文业者单独投标，也允准无同类型业者以结盟方式来投标，伫收集各界意见、修正标案，才正式对外公告招商。记者综合报道。最新闻，咱来关心一个17岁的英国少年巴蒂。伊伫6年前的时候，伊的老母甲外公带出国了后，也过尾啊，人就失踪去啊。顶一日，伊伫法国的山区，被一个货车司机发现。巴蒂是表示讲，伊是无想要甲伊的老母过灵修的生活，所以才离开。而且伫山区已经行4天过4暝，即马警方已经联络伊的英国的外妈，要让伊回去英国。法国警方15日在土鲁斯的记者会指出，现年17岁英国少年巴蒂知影老母想要搬到北澳的芬兰去住，巴蒂无想要搁跟老母过这种四界走的日子，所以讲下定决心家己离开。Lorsque sa mère a indiqué qu'elle envisageait de partir avec lui en Finlande, ce jeune a compris qu'il fallait que ce périple s'arrête et il a décidé de quitter l'endroit où il était avec sa mère.英国少年巴蒂离开老母了后，12月13日，一个法国的灵骨治疗师阿西迪尼，趁暗时开车送回到邮局中途，在庇里牛斯山区注意到巴蒂，半暝时也派
牌包、炸骨棒、加手电，家己伫大河内底行。伊第二摆经过时，决定停车载巴弟。巴弟上车就讲，家己是和老母绑架，并且使用阿西迪尼的手机，加人伫个英国外妈来联络，表示伊想要等伊思维。Donc, je pense qu'une fois qu'il sera retourné, j'espère en tout cas en Angleterre ou quoi, qui me contactera pour savoir comment il va déjà s'il est content, bon, j'espère.、Hein.公告警方的资讯，2017年9月30日，这一回巴蒂和老母梅兰妮带离开英国曼彻斯特，到西班牙的南部度假。该到店里要伊外公大卫，因为梅兰妮并无后生的监护权。一家人原定当年的10月7日回国，却就此来消失。和拥有巴蒂合法监护权的外妈卡鲁安娜真伤心。巴蒂对法国警方讲，伫外口流浪6年，甲老母过灵修的生活，包含自我疗愈、冥想，感觉甲世界来隔绝。因为老母每两年去倒位拢扎太阳能板，出外国家人斗阵坐车，而且拢甲无同个人斗阵住。更加讲，细汉时阵不遭到性侵害，也毋过这6年无遭到身体暴力的对待。因为伊个外公已经伫半年前过身。英国警方讲，巴蒂上紧16日就再返去英国，甲外妈来团圆。公视新闻，新闻请编译。关心天气，甲乡亲咱同齐看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高有1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高是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高有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高是24度。外岛的温度11度至2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中昼咱再会。